JW.org， 你今天看起来好像思绪特别地清晰呢，我们来解个谜吧，我正在找一只宝可梦，我会给你提示，你猜猜看吧。点色是鲜翠玉的绿色，而且与周遭常见的宝可梦属性不同，乍看之下会以为是其他东西的宝可梦，你认为会是谁呢？ JW.org， 如果你推理成功的话，可以得到小说的惊喜奖励号。你的选择将会影响接下来的研究方向，请跟着选择，次次都是这样的。如果揀腾腾蛇，就是腾腾蛇出得多，同埋完成关于腾腾蛇的任务。如果木的话呢，就是嚣永，那就是捉佢多啲嘅任务啦。树才怪就是佢嘅任务啦，多啲啦。咁所以基本上任务都是一样，只不过是任务内容一样，对象不同咯。好啦，木啦，我拣。大家留意啦，奇怪在呢，你选咗之后系冇嘢出嘅，